是你们家的孩子吧？哦，哈哈，我们虎家的孩子没那么小的。哼，我要妈妈。我去找，我去找。来了，妈妈，咪咪，妈妈，我的咪咪。你叫什么名字啊？我叫猫咪。猫咪阿姨好。你们好。哎。猫咪阿姨好。你好。嗯，你呢？哼，我阿呜是从来不叫人的。他们俩长得可真有点像啊。嗯，我可比他大多了。我可比你大呀。什么？你比我大？哎，他的岁数比你大呀。岁数大？哼，有什么了不起？就是嘛，那要看谁的本领大。嗯，哼，咱们就比比看。哎，我看不要比了吧。妈妈，跟他比比嘛，比比嘛。嗯，啊，比比看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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，走啊！哼，你敢来吗？啊，比赛啦！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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啊，比赛啦！现在赛跑准备，谁先夺到山顶上那个大蜜桃就算赢。各就各位，预备。Thank you.
这回不算，咱们再比比。对，不要再比了。哼，不行，到那边比比去。啊，比赛了，又比赛了。谁掉下擂台就算输。预备。又输了吧，太骄傲了。你呀，没有练过功，有劲儿不会使。你得好好向猫咪阿姨请教请教啊。来吧，我教你。师傅，师傅，师傅。跳跳啊！哎！嗷嗷！
跳一次。跳得不错。不行，还得学。这，哎，师傅，我都会了。你呀，还得再努一把力呀。现在我教你爬树，你看。开始练吧。看这样，就这样。快练吧，我教你。哎，你怎么不练呢？哎呦，哎呦，我肚子疼。啊？哎呦，哎哎哎呦，我真的肚子疼了。哎呦，哎呦，哎呦，哎呦。哎呦，哎呦，啊！好吧，等肚子好了再行。哦，哎呦，嗯，哎嘿嘿，啊哈哈，哎嘿嘿，哦，啊！哇，哈哈哈哈，你撞得倒很像嘛！呸！就这么点本事，有什么好学的？不学了。就是嘛，你的本领已经够大的了。得了，咱们玩玩去。不许欺负人！
啊！去！